好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好，中间，然后我们右边，右边摄影大哥，好，我们两位周围底下跑步的姿势，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前面的摄影大哥，中间，中间下面，好，中间这边，中间下面，好，中间这边，好，来，看一下，左边，左边下面这里哦，左边，好，然后我们右边，右边哦，右边还有很多的摄影大哥，好，那我们还有很多的电子媒体的朋友，对不对？ 好，那我们最后再看回中间，中间哦，看中间这边哦。好，来 ，OK， 中间，中间我们黑色衣服，摄影大哥，好 ，OK，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那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大家好，我是陈，很开心能够来参加大大的一跑活动，谢谢。好 ，OK， 那我们请进，各位长官们，然后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今天真的是邀请到了大家心目中的男神跟女神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响应哦。所以呢，其实我也想要来问一下两位，除了身体健康以外，那又还有别的公益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也很关怀视障朋友的权益，那让更多人来帮助他们需要帮忙他们这样。是，那一分呢？首先很谢谢招来银行。 这次的邀请，然后让我有机会一起参与这场盛事，然后扎打工马拉松其实就是一个既可以运动又可以实践爱心的一个盛事，然后也希望可以发挥自己小小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这场赛事盛事。最重要的是，一些视障朋友就业的议题。 真的，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赛事对视障关怀的用心，也让跑者拥有难忘的回忆。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 Swarovski， 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扎达。玉芬看到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非常漂亮？有，所以完成赛事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是，一定要完成赛事。峰哥，峰哥是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开始完成，所以马上带上去，是不是？ 看到这个脚牌，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不报名要干嘛？<笑>真的，所以有没有马上？现在大家开始，马上去报名。今天下午4点就可以报名了哦。好，那所以刚刚有讲到了，今天我们有四大非绑不可的理由，对不对？除了我们有这个非常漂亮的展示一下，好不好？是的，我们2017台北扎打公益马拉松全新赛衣，是由西班牙第一运动品牌波马所设计的赛衣，是全亚洲的第一件哦。 对，除了舒服以外，不感觉充满活力，<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跑了，是不是？对，因为我发现到我们整个赛衣的设计哦，它的线条非常的简洁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精选布料，我觉得现场的朋友等下可以仔细的来摸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布料真的非常的舒服，又兼具吸湿排汗科技等技术。 峰哥，你要不要摸摸看你感觉一下？是不是跟你平常穿到的这个吸湿排汗的衣服感觉是不一样？那我什么时穿白色？<笑>等一下马上，等一下马上。<笑>时候开始，所以我知道线上还有一些我们粉丝们，对不对？等一下记者会结束，立刻就可以直接上网，4点钟就来报名。而且刚刚理事长也特别呼吁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担任我们的视障陪跑。第一次参加路跑。 会不会很紧张？还蛮紧张，因为平常都是在健身房跑步啊，然后自己跟运动，但这次是这么多人一起跑，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训练的一些训练。
是，所以呢，其实刚刚峰哥也提到，在赛前的这些锻炼跟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膝盖。膝盖。然后最后是前面的大腿。哦，大腿在这。让他热身，让他才不会受伤，这样子。是，这样可以吗？可以。还蛮简单的哈。对。